跟日本便当最大的差别是一个是哪里热嘛，这个大家知道。对，我们是热便当，它是有便当。另外一个是台湾还有一个特色便当是 colorful。哦，比较色彩丰富，是是，日本会比较单一，哦，对，丰富的热带亚热带，没错没错，刚刚第三个更重要，嗯，台湾的便当不便宜，对，台湾的便当比起的物价来讲，真的相对抽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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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是啊，老师，你刚刚根本没有吃几口，你是不是要把胃留到吃樱桃鸭？对对对，看你手气如何，哎，很少说我真的来真的，我们就是说不能自己选，连局长都不能自己选，怎么了？哇！第二轮排练，可能要轮到我讲话。对对对，局长，因为应该要发言。我的妈呀！哎，你们这家公安公司有没有前途啊？自己要小心。还有空白的啦，交给你抽到。不是，你们要做个记号，让局长不要抽到。局长多说。这像话吗？你看，你看看，你们还有没有前途啊？第二轮轮到我讲话。我们两个，我们不能聊天呐、啊，我们现在来面对呀、啊，好，那你说什么？樱桃鸭，樱桃鸭，快点，快点！这是安排好的吗？没有，这不是安排真的啊！回来拿到残面的，耶！哇塞，我们两个怎么那么巧的抽到残面？好，刘老师呢？刘老师有没有樱桃鸭？不是，彩虹庄园便当。你刚才在讲 colorful， 对不对？你在讲五彩缤纷的台湾的便当。好，这就是缘分，所以樱桃鸭搞不好会是压轴登场啊！我们走来真的赌一把。那既然现在局长没饭吃，我也没饭吃，对，我们等一下聊天好了。这个展览马上就要开始了，第五届哈，应该要更加盛大丰富。我相信今年不会让大家失望，但是还是让局长分享一下亮点好吗？嗯，好。其实我们今年呢，这个主轴很明确，就是移动的美好，啊、哦，美丽的风景，再加上美味，这是我们一以贯之的理念。但是我们今年呢，特别啊、哦，把传统跟创新一起放进来。我们的创新除了我们刚刚看到这十款便当都是全新创造了以外，其实我们还有很多亮点。在这一次的便当节，我们有一些特别的亮点，要跟各位来介绍一下。比如说呢？第一个跟我们刘老师有关。是。自从刘老师还有在拍照了，他真的是网红级的，赶快发喽！对不起，搭了我们的这个蓝皮列车以后，对对对，蓝皮列车就爆红了。对，所以下次只交给阿喜去搭，可能我们每天要加开列车。真的耶。我们的蓝皮列车这一次的元素，嗯，这属于传统的元素，是我们注入在我们的主视觉。我们不但注入主视觉，我们还放在现场，是，啊，所以各位可以来体会。没有时间去，屏东访寮搭蓝皮列车，我们可以到我们便当节来体验一下蓝皮列车那个怀旧的氛围，啊，所以这个是我们的一个传统。第二个是从来以前。没做过，我们这一次特别啊创意怀旧。其实很多人，我们现在都是在火车上吃铁路便当。其实我们以前各大车站都有铁路餐厅，其实铁路餐厅也是很多人的回忆。就很多人，我们像我们那个年代，我们约会就约在哪？约在铁路餐厅。哦，那是一个很高档的。哦、真的啊，非常高档，是就不坐车也会去那里吃饭，对不对？对，嗯，没有。所以，我们这一次呢，我们很遗憾，很多铁路餐厅现在都没有了，都拆掉了。所以我们今年要让铁路餐厅重现。哇，复刻的铁路餐厅，复刻版，太酷了。嗯，对，是。所以我们在我们的会场，我们会有复刻版的铁路餐厅。我给你有一些照片示意，对，看一下，看一下，好棒。这虽然像是50-60年代，嗯。当时的西餐厅很少，对，当时的这个餐厅也不多，是很多人呢约会第一次，我相信很多人第一次吃西餐，哎呦，是在铁路餐厅啊，铁路餐厅不是只有卖西餐哦，我以为卖也卖便当，有都有都有都卖，中西合璧，
哇，好厉害！也有卖早餐，是也卖早餐，也卖早餐。哦，局长讲的都是我们这种年纪的，对对对，四年就你们两个才有共鸣的啦。对对对，阿喜就放空用，那你干嘛加入啊？对，让你们羡慕一下，好酷！但是这次不用羡慕，因为我们会复刻在会场，对不对？好，这个是亮点之二。好，包括刚刚讲的蓝皮火车，这次也有卖一日券这样子，然后还有复刻餐厅，然后参展的单位呢，今年应该也更盛大，对不对？盛大。我想介绍我们自己人啊，先讲自己人。我们今年是本土，再加上国际。我们自己人今年很特别，我们连零五局都来卖便当，各位。零五局，各位，我们跟零五局合作的里山列车，今年是第二届，非常受到欢迎。把生态跟火车做结合，所以零五局这次特别来参展，他们也开发了一个里山便当。哦，所以连林务局都来了，可见的我们的铁路便当节很有很盛大，对对不对？好，林务局之外，我们国内的，我们也邀请了国内现在国民这个大家的这个小吃叫胡须章，不好意思，因为我姓张哈，但真的我不知道他们挑了胡须章，但其实胡须章我也常常去。哦，今天没有帮他打广告，但是呢，他是真正我们的国民美食了，他也来参加，这很重要。还有我们的福井食堂，在福井食堂是我们铁道迷开的食堂，他们也会来参加。对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，我们今年呢有穆斯林的便当，有清真认证的便当。炸鸡大师，对，穆斯林的炸鸡大师。这个狮子还是加一个犬字旁啊，是狮子的狮，对，炸鸡大师，大师，对，所以很特别。因为我们知道，其实台北车站早已经是穆斯林的圣地，对，聚会的地方，所以我们因应他们的需求，我们有炸鸡大师，但是是清真认证的，好贴心哦，对，那是本土的，那。国外的目前有12家日本的铁道公司来参展，还有日本最大的他们的铁路便当的供应商叫做淡路屋，他们也来参展。那这些他们不是只有参展，他们是也是要来跟我们 PK， 把便当都带过来。对对，那他们都设计了他们很特殊的便当。是，那至于多特殊呢，我们就让大家。我们活动的时候再来，大家再来见分享。我们就不讲了啦。对 ，PK。只讲到这。一定要比较好，以台湾为主了哈。干爹，干爹，盖起来他凶谁啊？还有呢？还有，法国，法国也来了，哇！法国铁道的，对，瑞士，瑞士，冰河铁路，哇，他们也来了，还有斯里兰卡，哇，就是清真市场，他们也来了，所以这。今年呢，其实我们因为各位知道去年提办了一年，其实大家一直问我们说今年什么时候要办，其实各国都很有兴趣，因为他觉得铁路便当节是很有特色的，所以他们希望今年赶快办。所以今年看12家日本厂商，再加淡路，再加上3家的国外的公司，对，还有我们自己本土的公司，是从北到南的，从北到南，所以我们自己的哇，我相信这个应该是机才可期的，绝对的，绝对的。我想这铁路便当节呢，能够这个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哈，我觉得它可能甚至可以成为一个世界级的节日。我们老在过什么圣诞节什么，我们自己台湾有铁道，铁路便当节，真的是用心良苦。那去年为什么停办呢？是经招商不易的啊，不了解。说到我们的痛，不了解。其实我刚刚在这里吃便当，我就感到一股很幸福，因为可以开记者会，还可以吃便当。对对，过去吃便当，我们都很多很严肃的问题。今天真的很轻松啊。对，而且这个有幸福的感觉。是，这也是这个节日希望带给大家的。好，阿喜，你刚你刚刚第二个便当的口味怎么样？我第二个便当漂亮到我不知道该怎么动它，有它我都吃一小块一小块，就长得太美了。刘老师也是，刘老师你怎么一直在看着不吃呢？这个刚刚吃了一个以为是番茄，一吃进去，哇，是辣椒，我是怕吃辣，可是有趣来了，
我觉得应该以后铁路便当要发展一个叫做辣椒便当，哎，人家会专门买啦、啊，很好哎、欸，这个是可以，可以像我们台湾很多麻辣锅一样，大家喜欢吃辣，吃辣可以的，对，或川味的，对，吃到苦，但是获得了幸福，漂亮，好，老师辛苦你了，好，那我们要问一下阿喜对火车的回忆，因为我们不管是旅游，甚至有人通勤，啊、从小到大都会有一些坐火车的记忆啊。你的这个移动的美好是什么？有，我的移动的美好是去阿嬷家，阿嬷家是在基隆嘛、嗯，所以其实我们基本上会从北车也是坐回基隆这样子。啊、那我记得国小大概小一到小五，我每一年都会去花莲，我妈这个月也要再去，就去同一个朋友家，就在那附近玩这样。然后我就记得我跟妹妹们，因为就是兄弟姐妹有点多，大家一上车开始打扑克牌，嗯，然后打。就是到吵架这样子，然后等到那个便当来了，我还记得以前就有，我忘记是推车的，然后还是有一些站会爸妈突然冲出去要买，有人是背着月台便当，就背着进来卖的，然后大家就会看就是要什么口味啊，就是说哎、欸、那个卤蛋给我，我可以吃一口你的豆干吗？就算我们刚刚那个赌输了的赌注这样子，然后到了那个。花东的时候，就是小朋友过隧道，空咚空咚空咚，我爸就会说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起床，看外面，看外面，然后全部人就贴到那个玻璃，就硬要挤要看，我说我看到，我看到，你有看到吗？这样子很开心，很幸福，就是每年暑假的回忆，就跟这个连接在一起，是，直到再长大一点，跟男朋友约会，就会去那个平溪十分，然后还买一张十分幸福的这车票，你必须的啊，必须的啊，这个做个纪念，后来还是分手了嘛，刚讲出来哦，不然嘞，对，OK， 然后呢，去放天灯之类的，那个时候放天灯，但当时也是蛮幸福的，是，那个铁道的环境真的非常怀旧啊，而且到现在也都保存了。蛮好的哈，这是特别棒的回忆。当然呢，这个要办铁道这样的这个活动呢，铁路便当节一定有一些周边的商品要分享给大家。听说这个部分是你今天最重要的，我今天负责的这个部分，对，好好分享一下。浓浓的文青味，为了你准备的啦。啊，你是文青吗？我是文盲。好，来，我先准备一下，请介绍给很合格。好，来，我们所有的铁路迷注意了，这次有很多东西值得大家收藏的。我们请这个女国民女孩儿给大家介绍一下。哇，这么多东西哦！我先放下去。这样子大家才会注意我手上的东西。好，你一个一个帮我们整理介绍，好不好？好，麻烦。首先第一个拿到的，这个是屏东县的，环保餐具组，而且都是用那个304316的那个医疗级的不锈钢做的哦。然后还有吸管，是，然后还有可以清吸管的，哇，整套的耶，喝饮料的、吃饭的都对。然后这个是屏东县的限定，好，赞。下面一位，下面一位是这个超级可爱的哇，铁道骨瓷盘，阿里山的那个火车，阿里山火车站，然后这个是最经典的，它有那个架子可以摆，可以摆在放在桌上当展示，它有盘架哦，这样子，哎，这个好，这个好，我有放正吗？没有，你的火车怎么会这样？火车要飞，火车开的不是很正。然后还有另外这个，这个是古河，以前的那个核心车站嘛，核心车站，那就可以当摆饰，然后也可以就是拿来使用。这个真的会舍不得用哎啊！对呀，好可爱哦，非常有情怀。有这样有文青吗？有，加油加油加油！我想一下，上面一个，我觉得先拿这个好了。好，还有什么？你们有看到我们桌上这个杯子？对，这个是一个手翻茶杯。就我听说啦，因为我没有亲眼看过，就说会有一个就是拿着茶壶的人进来，然后就拿这个手翻茶杯，单手就可以把这个茶杯的盖子翻开，然后这样之后就倒满了茶，用单手。这个是很多人的集体回忆。真的有这种魔术是吧？我待会再告诉你。好，然后这个先借大家看一下，等一下还会再出现。其实不用拿，因为桌上都有。你有事吗？桌上都有四个，你还要再郑重介绍？刚才发现，不好意思。好，继续。那我要拿出这个很厉害的便当袋吗？而且大家都不止便当袋哦，这是一整个套装哦。这个便当袋里面有
这个升级版的便当盒，不锈钢的传统的便当铁盒。那为什么说它是升级版的呢？你看它打开有什么？有什么？它有放菜盘的地方，然后因为有改良过，分离式的，对对对，这个菜盘就汤汁不会往下溢，然后扣起来的时候它也不会就是很难扣，是安全安全，对，非常的，这是我们最棒哦，大家很超值，对对对，拿来放置物盒也很实用，是，我记得我还有一台车啊，怎么不见了？我车了呀，在哪里车？还有什么车？外加嘞，越加嘞，好，还有什么？我的啊、哦，好，这个这个很文青哦，嘿，这个就是文青必备的四卡在手，哇，你的是悠游卡吗？悠游卡不止哦，不止，它有悠游卡、一卡通跟 iCash， 还有 Happy Go， 哇，太贴心了吧，四种卡都有联名款，哇，而且图案都不一样，对，哇，这个都要收集啊，这一定要收集整套的啊。这感觉就是你会买的啊。对，这个太棒，挂在墙壁上，有时候就舍不得用这样子。我们收集狂最喜欢这种。对，收集狂，铁路迷们，赶快来收藏。谢谢。我们限定期间都有。好，谢谢阿喜的介绍哈。那其实我刚突然想到，在第二届的时候啊，我记得我有来过哈，第二届那个时候，那个还参与了那个册子的一些。你走这么前面，第二届就来参加。前面呢，对呀、啊。那然后那个时候，我记得还有一些就小报道在那个册子里面。对，是。哎，那当时我分享了一张那个日本的火车的那个黑胶唱片，就隔了好几年之后呢，我又收集到另外一张。哎，我觉得这个很奇怪，这个黑胶的市场就有一些很妙的东西。这个是大概民国62、63年的时候出的，它是日本的东京到长崎哈，然后呢，就是它是隔夜的列车，从下午4点多开到隔天的早上，然后他就把整个过程所有的广播录下来，变成一张黑胶。你看日本人多无聊，然后就我会很想听耶，很有印象。更无聊的是我还去把它买下来，神经病。所以整张黑胶呢 ，A 面 B 面就一直听到他们在广播，就哪里到了。所以今天也来跟局长分享一下，因为我知道你们为了这次展览也收集了很多台铁的古物，对不对？放在现场真的是非常用心，欢迎大家到时候来参观哈。您有收藏这类的东西吗？有。没有你多了。哦，那您会想要占有它？你是想卖是不是？怎么会卖？局长，您是说的什么话呢？你开个价吧。我不卖嘛，你自己开口。没有了，这我不会卖，这个是我自己的收藏回忆，跟大家分享。其实台铁真的很多无价的商品，对，很多无价之宝，对。其实包括刚刚这个车，我都很想收藏。那可是想把它推回家吗？对呀、啊，你放在家里当置物车、野餐车，不是很棒？对，而且好可爱、哦，都坚固耐用的不得了，对不对？哦，这就是我们今天，还有便当可以吃，可以第三轮了，是吧？早就该敲了，好不好？我跟局长已经饿一轮了，你行嘞。后来丢枪，哇，这个能让局长先让你两天啊。这应该没有在明谢会部了吧？还有一次啊！哇，我看局长笑得很不妙。老师，你先抽。我跟你讲，这个哈、哦，这个真的是局长抽奖。反正我啊，反正加贺啊，那给那种母汤煲汤加呢。局长是应该要少吃饭，多做事。哇，你说的太好，要不要出来选？好，那来阿喜抽到什么？国民女孩还没看。收到的是哦，普罗旺斯烤鸡排便当，哇，太棒了！好，那刘老师呢？最想要樱桃鸭，没有，不是，烤鲑鱼便当，好，也不错了。不好意思，樱桃鸭底蛙加了，真的假的？呀，做牌啦，他刚，你要不要换？你要换吗？我可以给你换吃啊，可以给你换，就是。啊、等一下去外面就可以了，你等一下自己去买的。好，来，那不好意思，局长又没东西吃了，那只好跟你聊天了。请问局长，刚刚他讲一个很重要的今年的亮点，就是把许多人的回忆哈，美好的回忆，当时移动的美好的回忆，就是铁路餐厅给复刻在会场。那这个铁路餐厅，现在很流行珍珠奶茶，应该要卖一下珍奶吧？有没有？连日本都在喝。啊，真奶，其实真奶当然现代化的茶。对。其实我最近一直在研究一个东西，这个东西其实我一直很想，但是我也没尝过。是什么？我们几十年前台铁就有比真奶还要夯。哦，对耶，几十年前那时候可能没有真奶，但那时候夯什么？夯什么？好，这要跟各位宣布，叫做苏打冰淇淋。
在我们的铁路餐厅可以吃得到。一种冰淇淋吗？苏打冰淇淋，各位可能都没听过。其实我也是进铁路听前辈讲，我来的时候也没有了，连您都没听过啊。所以我这一次一直希望把这个残念把它找出来，不要真的成为残念。苏打冰淇淋是把它复刻出来，是哇塞，苏打冰淇淋这两种东西，嗯，它是用黑松汽水，苏打汽水对不对？黑松，然后呢？黑松汽水，再加上小美的香草冰淇淋，哦，原味漂浮汽水，有点像，可能有点像我们后来的漂浮冰淇淋，哦、漂浮汽水，到漂浮咖啡冰淇淋，所以是苏打冰淇淋，对，然后在现场卖。那这一位其实已经绝版了。这一位是哪一位？就是苏打汽水这一位。你说这金鼻哦，突然变台语，哦金鼻哦，我以为你说这一位已经绝版了。对，没有再买。你要复刻。所以我们这次跟同仁讲说，哎，我们可不可以在便当节来让我这个残念呢，能够获得弥补。同仁说可以嘛哈？可以，可以哈，哇，请期待，好棒哦，各位。我们来尝一下40年前的珍珠奶茶，对，比珍珠奶茶还要夯的叫做苏打冰淇淋。好哎，在我们的铁路节，就可以尝得到。哇，铁路便当节竟然连饮料都帮大家想好了，好棒哦！就不只是吃便当，我们还要配最传统的苏打冰淇淋，有的喝，还有当甜点，还可以吃冰淇淋，哦，都是传统的黑松加小美。谢谢局长你们的用心哎，感动，来赏你一块樱桃。真的好好吃，好好吃！哎，我愿意分，老师，我愿意分给你一块。局长，你来夹一点，你夹一点。好嫩！我跟你讲，我们常常在吃那种什么西方的那种牛排啊什么的，我觉得我们的鸭哦，这个绝对，这个排餐绝对不会输给西方的排餐。还有那个金爪啊，金爪，来，金爪是这个的，这个，就是配那个宜兰的金爪。对，宜兰金爪。那这个是芋头吗？对不对？哦。哇，不够不够！哦，刚刚讲觉得哦，那不然老师你要不要讲一下你的便当？你便当看起来很漂亮哎。哦，这个是新的啦，这个比较串，这比较有趣哈，因为大概在10年前，对台铁的便当会比较强调在地风味，在地风味，对。可是这最近啊，开始又是比较有创意，要中西合璧啊，不只是在地风味，还有一种是创意。创意是这几年来又开始，它让便当的种类啊多样性，没错，所以越来越多了，是，对，很多西方的手法也加进来，好，但是好好渴哦，今天可以喝苏打冰淇淋吗？今天没有，今天没有，我们在便当节那天，今天没有，要办记者会干嘛？今天有一个特别的节目啊，有别的东西可以喝吗？对。就是刚刚的手翻茶，就是刚刚要来，那个茶杯。刚刚阿席女神讲到的，我们的资深同仁回来，哇，这不用讲，一看就资深了，好看哦，一看就知道，你真的是台铁的员工啊，真的是职人哈，特别回来，46年，小姐不好意思，哇，他已经退休了，来，老师您看前方，老师是已经退休，今天特别回来跟大家见面。听说4天的展场他都会在哦。好，开始表演哦。手翻茶杯。不行啊，等一下。好听的。说还没录老师。要拍一下。老师您转向面向观众，不要管那个女的。这边比较重要。老师看前面。好，老师看前面来。老师可以到了。都来。对，单手把那个茶包呢，就是掉到茶杯，然后10公斤的茶壶还要这样拿在手上，顺势的就帮大家冲泡了一杯热茶，因为一只手要拿茶壶嘛，所以他只剩一只手可以运作，对，还要放茶包这样，所以要翻转，好，所以单手还要翻转，还要泡得。这是一个很厉害的技艺，然后在那个摇晃的火车上面，哦，还要锵锵锵哦，局长还要 order， 要有这个声音，对不对？要有这个声音，好好听哦。对，玻璃杯的声音，哇，这真的好像变魔术哦。谢谢师傅，谢谢洪师傅，好感动哦。他在这里服务了40几年，然后呢，特别为了这次的展览回来啊，侯老师，侯师傅，侯师傅叫侯寿星师傅哈，他很快乐，他每天都是寿星啊，然后你好厉害，
我去撰写到这个，一念就知道了，佛寿星，佛寿星哎。好，然后呢，好，那我们要补充一下，其实刚刚介绍的杯子以及示范杯子是可以带回家，对不对？啊啊，局长，这个是限量的满额礼是吗？对，限量。哇，现场的满额礼。对。那可是局长交割啊，限量，如果有人就很想要，可是就拿不到怎么办？那就是限量的乐趣嘛，你一定要早点来排队、啊。局长，你可以，不然我们还是发送多一点，还是有别的其他就是想要喝到或是拿到这些限量商品的。哦，对，这样好了，我们弥补大家。如果说真的说你到时候满额礼哦，这个杯子被换完的话，其实啊、今天我们去记者会嘛，一定要很多。新的讯息报告大家，还有另外一种茶可以喝，这个泰山茶之初的联名款，这个也是这次的啊，这就是啊蓝皮，蓝皮，对对对，这个颜色是色系很特别，对，特别去挑出来，这是考古的啊，我们把它考究出来，是漂亮，上面的 logo 数字，刘老师鉴定一下，你很认真的，比如说上面的那个 logo 有没有印的怎么样？还有这个颜色，还有上面的数字，哇、哦，老师很难仿哎，这个怎么鉴定？他认真的，走心了，那个车号啊，车号，对对对。请注意哦，蓝皮列车限量款的泰山茶之初一样也是限量哈，所以现场赠送，现场赠送，对不对？所以阿喜，你要不就来。换这个茶杯，要不就是来换这个茶，所以这次有两种限量的商品，哦，欢迎大家铁道迷一起来支持一下。这个先收起来。对，只售不卖，所有东西都是经过经典的考据哈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要透过刘老师他的专业的深度旅游的经验，来跟我们分享一些深度旅游的经典路线，对不对？啊，铁路旅行真的很好。